车数字的，为个厝内底料理大小的事情，而且伊也知影，当年日子，希望会得做会着为官。干官三年一科科技也已经将近咯，官用数字革命，心想往前行成日子，一官官一科位。第二过当改换门面，一切离别，达人自己要自告惊吓。该到此地，你惊吓也不安住处，不在阳光，一路再行秋千。好奇怪，唯有来到半中路，听人喊叫声音，不知不晓何事到前观看。See you.
真困，要啦，我是真灵不老相依呀。听我什么样讲？安尼无唔对。还继续讲。你口面变为啥人？是啥物地位呀？甲你看起来，你的穿衫打扮是说你要贵气，必定会是普通的人士呀。都是对你提出的，我是风中之莲，我是相当公主身份。我是小殿下，原来是公主，一动小殿下。快快爬起！是啦，公主。公主是哟，既然有爷爷当救命先啦，平安无事。算来是我的恩情啦，我一定要感谢你的在表里官。感谢公主恩情，既然是我的恩情啦。姐，你搁要共空钱咯？空钱，还是不要空钱？这样倒转用白空啊！皇帝若知影，到时我会恐怕的。是的。啊，不咯。你我先啦，是金枝玉叶，要揣在身边，也比较不便。将不离，我是将这个宝石交代给你。我离开了后，你就将宝石摕来，去找一位官长，予伊看相。伊就会带你到西金銮殿上，我会服务皇上。公主，方才听你言说，结果我的宝石又来赠送给我。不对，那你用这个金的宝贝牛宝石，就可以有人看相，会当在朝为官啊！希望你会当在朝为官，也是阮请地堂的宝贝的人情。是安尼是，一来就感谢公主。你提起，既然如此，事情已经无差了，也无阮请地准备要回京了事。啊，出来都无话，阮要回去啊！你还阁无想要倒转去？敢讲你有惊性命危险吗？我刚刚才吃刺球呢。你是咧讲啥物？好啦好啦，要倒去就倒去嘛，好啦，行。既然如此，也无阮准备要回转就是。我送出来啦。是我放送。你哩讲是你请呀？小殿下是真可爱，我会当改为公主，大好事。